大家好，在我们输入网址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这个网址它会被转换成一串数字，这串数字是一个网络协议，也就是我们说的 IP。 我们网购买的东西能被准确的送到我们手中，是依靠我们的地址。而在网络世界中，我们用电脑、手机之类的设备访问网站，给别人发送文件或者传输任何数据，和我们的快递一样，数据要先被打包成一个一个的数据包，然后再根据 IP 地址传送我们的数据包。但我们的 IP 又分为 IPv4 和 IPv6， 所以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IPv4 和 IPv6 就是互联网协议的第四版和第六版。 IPv4 是一个32位的地址，而 IPv6 是一个128位的地址，就像上面这样。虽然 IPv4 大约可以提供42亿个地址，但我们的设备在不断增加，所以大家有印象的话，2011年应该看到过关于 IPv4 地址已经分配完的新闻。所以为了应对 IPv4 枯竭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应对方法，比如网络地址转换。在理想情况下，我们的每个设备都可以被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 IP 地址，但是因为 IPv4 地址有限，所以只能像上面这样，比如给我们一栋楼分配一个公网 IP 地址，也就是全球唯一的 IP 地址，然后楼里面的每家每户分配一个私有 IP， 就像我们这栋楼有一单元二楼三号，另外一栋楼也有一单元二楼三号一样，这样就缓解了 IPv4 地址枯竭的问题。但是这些应对方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IPv4 地址枯竭的问题，所以就开始逐渐的往 IPv6 过渡。而我们的 IPv6 是一个128位的地址，所以它大约可以提供上面这么多个地址。按照网上的话说，就是 IPv6 可以保证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都能被分配到一个 IP 地址。但除了 IPv6 有更多的地址之外， IPv6 还有更好的安全性和扩展性。说的简单点，就是 IPv6 相比于 IPv4 能带来更好的网络体验。但是因为 IPv4 和 IPv6 不能互相兼容，所以不但要我们的电脑、手机之类的设备支持，还需要网络运营商对现有的设备进行升级。所以这也可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IPv6 使用率低的一个原因。视频的最后，也欢迎大家微信关注我的订阅号，然后回复字母 IP， 还可以看到更多关于 IPv4、IPv6 的信息。